他们是李克强同志。They are Comrade 李克强。现在触动力可以说比触及灵魂还难，但是再深的水我们也得淌。当前改革已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，我们工具箱里的工具还比较多，要推进体制改革，比如简政放权，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坚决打掉寻租的空间，铲除腐败的土壤。有人担心啊，中央政府会不会收紧对香港的政策，没这个必要。只要坚持改革开放，中国的经济就不会硬着陆。今年发展的主要预期目标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6.5%左右，宣誓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。我们人均年收入的平均水平是30,000元人民币，但是有6亿人每个月的收入也就是1000元。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，中国都会坚定不移地扩大开放，长江黄河不会倒流。中国这40多年从来是在改革中前进，开放中发展。人们常说人在干，天在看，看来是苍天有眼啊！看着我们国办同志这些年来辛辛苦苦、扎扎实实做出的特殊的奉献，应该给你们奖赏。